其实我们阿联的特色是这样，应该这样讲，就是我们第一个特色当然就是我们的运动，我们的运动人口很多，阿联地方的运动风气很盛，还有包括垒球啦什么都很，那我们学生对运动的热爱也比别的地方高，然后所以说我们的体育班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，那我们的体育班就是运动跟课业兼顾的，我们对课业的要求也非常的高，那所以说我们都会把体育班全部都要求他们要参加晚自习的，所以我们体育班有我们的很多选手其实课业都非常好的，他们不是靠着这些加分然后就直接会考上前几个志愿的也很多，然后我们第二个特色其实是我们的记忆班，我们的记忆班像去年来讲，就是记忆竞赛是高雄市的最好的学校，就是大概出去比赛选手得奖率非常的高，所以我们那学生参加记忆班的比例也蛮高的，就是大概有几个职群，四五个职群，比如说电子电机职群啊，那个动力机能源啊，然后有烘焙啊、烹饪啊，然后大概美容美发、设计群啊，这样让学生去尝试。那我们很清楚的就是，其实我们的记忆班也是技术跟课业兼顾了，也就是用喜欢技术的用技术来带动他的课业，然后对课业有兴趣的会要去引导他去学技术这样。那第三个特色是我们的资优班，也就我们资优班就是。是抽离式的，但是自由班大概都是在培养，就是科学竞赛啦、数学竞赛啦，哈，就这一些比较属于数理方面的比赛跟研究这样。那最后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的晚自习啦，就是说放学以后天黑以后，我们学校还是会灯火通明的，我们是不收费的，就是鼓励会读书不会读书，反正你都可以来参加晚自习，就是营造读书风气这样。今年是阿联国中举重队的第二十个年头，二十年来这个举重室里每到下午就能听见这样的声音，队友之间互相打气，教练团的指导与提醒声不绝于耳，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，许多人后来成为国家的代表选手，这里正是小选手的培训基地，他们对于举重的基础认知全都来自这里。应该就是说有家的感觉。我从小就离开家嘛，对，五岁就离开了纳马夏，所以来到这边的时候，我在所有没有资源的状况下会维持这个队。其实我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才决定留在这边，就是我带队86年、87年、88年这三年，应该是教学相长，那时候还年轻嘛。选手就蔡坤宪啊，还有比他还大的第一届、第二届的谢章杰，其实现在大概都，70年次的，69年次的，其实跟我年龄没有差太远，跟他们在一起，其实不要说我教他们了、啊，我在他们身上也学到很多，啊，最主要是他们那种真性情，因为那时候草根性很重。我第一次带学生去麦当劳，学生真的很开心。你知道麦当劳现在没什么吗？去给我点一个蚂蚱，我们全队快要翻掉，你知道吗？举重队的练习环境有一点点困难，要维持这支队伍长达20年的时间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尤其过去的队员许多都是离乡背井来到阿联生活，三餐都在学校解决，很多资源要进来。我到现在，像前两天还有一个老板要支援我们举重队，我吃了两次饭，还去田野上再吃了两次饭，他想要进入，他想要帮忙，我还是回绝了，我还是回绝，因为我觉得说我们从同经，我的精神就是一个家，你也知道说很多是法理情，我们这队很讲情感，情感面不管是选手或是教练团，举重队是一个家。是小朋友的避风港，这是他们身心灵、心理资本一个调试。这三年，这我要建立他们的就是这个东西。以后你碰到什么问题，生活就是训练，训练就是生活。这是我的一个教育他们一个主轴。
都非常有感情，都会义务来帮忙，因为他们都是这样自己成长过来的。夜色暗去，举重队的一天还没有结束。当其他同学正和家人一起吃晚餐的时刻，这些孩子早早吃过饭，在时间内回到举重室，要继续晚上的练习。这些都是举重队的孩子人生必经的过程，苦，但必须得这么苦，才能在举重台上有一片天。做教练的看在眼底，疼在心底。将心比心啊，如果是自己的小孩，这样子啊，自己也是过来人。曾经有个选手为了要比赛，一个礼拜降7公斤，他只是兄弟之情哦，他们两个成绩差不多，所以一个要急降7公斤到下一级，就是那时候还有男生还有很低量级的，就是好像48是我忘了，一个是52公斤。那时候我会跟他们讲说，成绩不是很重要，身体才是重要的。可是他们希望对这个举重队有帮忙。那时候我是很感动的，这样的事情是一波又一波，所以我会留在这边的原因，其实也是为了这群小朋友。曾经也因为没有钱，我们比赛只给一起小朋友去吃，没比赛的就跟我一样饿着肚子。我们就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一个队伍，当然家人也是会有争吵的时候啊，对啊，也是这些学长姐一直叮咛我说，如果真的不行，他说外人支援你，你不要，那我们自家人支援，我就说你们自己顾好就好了，嘿，只要你们开心，那这边的小朋友的物质已经不像你以前那么差了，哦，而且我们现在要这么一大群人出去比赛的几率也不高了，哦，时间地点也都不管，我们这应该是勉强就撑过去这样子。那小朋友他们受伤干嘛，我们当然都会很讲，我们也学习，从都要去找很多方式，因为你第一时间要做最紧急的处理，当然都有学过啦。啊，到最后如果比较严重的话，可能就是要送去，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消化掉这样子。感谢神的帮忙，我们没有到目前为止哦。还有说坚固，没有那么大的伤害，是有啦，但是都是那时候外伤还容易处理啦，就这么的，哎呀，啊，小朋友受伤也是也，我会有时候会在想，这么累干嘛呢？哦，也是后来我们会转型的最主要一个想法。像这次世大运成绩这么好，这些选手他这样一路爬上来，大概要牺牲多少时间跟有多少的伤痛，而且要家人朋友什么人都支持。当选手辛苦，当教练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十年来，洪秀玲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当一个举重教练。他疼惜队上的每一个孩子，但当教练却不是生涯的规划。当年不小心经过了选手的练习区，他停车关心同学们的练习情况。一句老师你会举重哦，让洪秀玲开始了与举重队的缘分。其实我来这里的时候，我本身就是在这边代课，我只要单纯上课就可以了。但是有一天我看见刚好我们这个举重室在整修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们的举重室就搬迁到后面的铁皮屋，那里的温度非常非常高。可是那天我要下班的时候，我居然看到一群孩子在里面，那等于是烤箱，在里面练习。我就一晃眼说，嗯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那时候刚好都有山上的孩子，他们就很可爱的告诉我练习啊。我就说哦好，我就停下来，我摩托车停下来以后，我就先把它摆好。我看见他们练习的时候，我在想，那于老师去哪里呢？于老师
因为于老师他也要上课，又要兼教练，所以那时候我没课了，我就有一点，因为说真的，这是于老师的队，那我在想说，我碰好吗？我在思考，因为毕竟是老师的领域，所以我就思考一下说，那我可以告诉你一下吗？我就说你那个手哦太慢了，要再快一点。他就惊讶说：“老师，你是举重的吗？”我就说：“对啊，我是举重的。”然后他就问了我一些问题。后来我隔一天我就有一点自己鼓起勇气去找于老师说：“学长，你可不可以让我试试啊？因为你也忙，那我可不可以帮你？”我只是帮忙而已，我没有想太多。嘿，后来就到现在。那时候我记得于老师，他还要带国家队，刚好选上国家队的选手，刚好是那个亚军的部分，他要带他出国。那时候我第一次，于老师就告诉我说，我带不到半年，他就告诉我，你带学生去全中运好不好？我就有一点吓到。我就说我可以吗？我真的可以吗？我就说，他就说可以。然后我告诉你一句话，我到现在十年了，我都记得。他说，学长给你的不多，但是你要记得，你只要超越我，你就是我就成功了。他意思说他就成功了，所以我一直秉持着这个目标要超越学长，所以学长也不怕。因为他真的有他的东西，所以他在教孩子的时候，我到现在还是很认真的在学习。因为每个人的特质不同，我们两个特性也不同，所以带出来的选手也不同。所以这时候我在转换的时候，还好有于老师，因为他给我这句话，我就说好。因为我第一年在带选手的时候，其实我很害怕。真的很害怕，但是我不能表现出来。但是那时候惊吓之余，居然在比赛的会场有一个前辈教练，那我觉得他很好。他说了一句话让我有惊吓到，他说：“你这样也要当教练吗？你怎么这样牵人家的重量？”但是因为这是战术的运用，我相信我的孩子。我相信他做得到，因为那时候他没有上去，就是他上去就是第一名，没有上去第三名，但是跳的重量有比较多，但是在下面我已经有让他做过热身了，中间再做一支热身，孩子很肯定的告诉我我可以，所以我相信孩子，那我就告诉孩子我们拼。当下他要下去举的时候，跟我们的对手。他就跟我讲了，教练就跟我讲了这句话，那我很虚心接受的说谢谢教练，我就说我的孩子要举了，所以我就去看我的孩子，但是我到现在还记得，我要当一个好教练给你看，所以我不会去在意教练对我的看法是怎么样，重点是我做的心安理得，我没有对不起孩子，这是我现在目前一直秉持的。就是训练的部分是这样子。教练陪着选手走过低潮，提醒教练人生要继续向前走的是眼前这些还以为不懂事的孩子们。洪秀玲遭遇过人生的瓶颈，面对手足的骤势，她一度痛到无法继续向前，脑子一片空白的她没有办法思考举重队的未来。她口中的学长正是于正林。当时于正林要他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，让自己从生命中巨大的悲伤里找出方向。可是如果加速就会跑不掉啊。在这个队的幸福感是因为我觉得说真的，我一直想说这个队其实越来越壮大，人越来越多。那我一直，其实我在前一段有一点有挫折，很有挫折，跟家庭的关系，不是我们老公这边，是因为就是可能弟弟的事情让我非常非常挫折，可能有点爬不起来，还好有一个坚强的备份在支持我，
他告诉我，我给你3个月，放掉这个队，你好好的爬出来。可是我很努力，因为我知道孩子都在等我。我告诉自己，爬起来以后，我一定要更努力。所以，孩子他们都知道，他们看见我回来的时候，我没有用到3个月时间，因为于老师很累，他也要上课，他要上班，还要带队。其实少了我，真的他会很辛苦，所以我很快的用2个月的时间让自己回来。学长，于老师问了我一句话，可以了吗？我很肯定的告诉他，我可以了。所以他把队整顿得非常好，孩子也知道我回来很开心，他们都知道我有挫折。后来孩子他们很认真练，当我记得我们两个山上阿里山的孩子回去以后，我也会有挫折，因为我们有付出嘛，当然想要回馈。那时候的董秉成还有一个林浩翔，他们两个很乖的在那边练，我都没有心思看他们，我一直在思考我为什么他们会跑掉。然后后来他们就告诉我说了一句话，我永远都记得。他告诉我，没有他还有我们啊，你为什么他走了你什么都不动了，我们可以拼给你看啊。我就说对啊，真的。所以他就画了那幅，你知道吗，你在低落的时候我看不到你，我不知道怎么举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所以我画了一个你在那里，你知道吗。然后我看见的时候我心好暖哦。其实再怎么辛苦，带队再怎么辛苦，没有吃饭也 OK， 没有睡觉也 OK， 我觉得就是孩子这样的付出是我们想要的，因为不需要金钱。我们的队很特别，我们的队奖金的部分我们是都给孩子，因为我们的孩子都很辛苦，我们不抽的。我们可能其他队可能什么要付一些营养金啊之类的，我们没有，我们都是给家长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们不好过，所以我们可以付出的我们就付出。所以我才说教练是傻子，但是我很快乐，真的很快乐。我做我喜欢做的事，做我有兴趣的事。其实现在上班很多都没有办法去做到自己兴趣的，说真的啦。可是我可以，所以我很珍惜我现在，我每一天我都很珍惜。那每一天其实孩子在努力在进步，他今天进步1公斤，他跳起来很开心，其实我比他更开心，因为他做到了，他肯定自己，我更肯定自己。今年刚升高一的陈永廷，学校课程结束之后就会回到阿联，跟学弟妹一起练习，也会帮忙教练调整学弟妹的基本动作。问他为什么想练举重，他的回答很可爱，却也非常直白。他只是希望尝试一个从来没有碰过的运动项目。因为跑不快，然后足球队是只有男生，然后就只剩下举重队，然后也觉得很陌生吧，然后就想尝试。练着练着，陈永廷开始在举重里放进自己的注意力，但父母亲却反对自己的小孩练举重。从一开始就很阻止，对，就是不想让我练举重。到现在？现在比较不会，因为觉得好像比较对他们，就是对举重比较了解之后，就不会那么，就是不会那么阻止。在举重队里非常重视学长学弟制，无关地位的高低，而是希望从尊重学长姐的制度里学习待人处事的礼节。一开始有点不适应，但久了一切也就成为自然。举重队很要求，可是我觉得就是在生活上帮助蛮大的，就是也会让自己真的比较有礼貌一点。
快点，快点用跑的。好，两个人一组，来做推手。还有三个也可以，好，来。来，刚刚那练的是拉力。我叛逆的程度是我进来就跟学姐吵架，那在课堂上其实我也还蛮容易跟老师起冲突，因为我认为就是有一些事情我会认为说我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做，我为什么不能有我自己的想法，包含其实在练举重上面，一开始因为举重是一个团体生活，那这个团体生活其实我一开始非常的不能适应，就是因为你很多都要跟着别人走，不管是练习也好，然后或者是其他活动也好，你都必须要跟着别人走，那对我来讲我会觉得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跟别人去做同样的事情，为什么不能想要花时间在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上面。喂，哎，来个钱，来哦。在阿莲国中，同学们加入举重队的原因不尽相同，新生得先从基本动作开始练起，有了一定的成熟度之后才能进到举重室，摸到视之如神一般的杠片跟杠，他们当中多半都维持着课业一定的水准练举重，有的人是为了健康，有的人为了挑战毅力，也有人为了家庭希望能够透过这项运动改善家里的环境。是很多事情认为不可能的事情，只要坚持就有可能会成功。例如，人在比赛的时候，有些很常会做超过自己最大重量的那些试举啊，可是如果坚持的话，就有可能会成功。老师邀请我，然后我很开心，回去问我阿妈、阿公、阿妈，然后一开始是反对，然后最后就答应了，因为他怕我就是想看我。会越变越矮，就是压不高，养长不高，然后最后就又答应了。老师找你很开心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原本我也要学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考，然后又不敢考，然后就放弃，然后老师又约我，然后又很开心，觉得蛮舒压的，就继续练了。有那个吧，比较能忍耐那个辛苦的那些过程，因为练习的时候过程已经很辛苦了，所以平常遇到那些就会觉得没什么。有一天，他们可能都会成为国家代表队的一员，戴上梅花，在某一个国际比赛的举重台上代表国家拿下金牌。作为领进门的教练，当选手在比赛中拿下名次时，我们称赞选手的努力，感谢教练的栽培，但在基层的培训常常被社会所忽略，投身在基层培训的教练心里会不会有点失落呢？其实我们的选手都非常的以水思源，他们都知道他的基层在哪里，他们都知道我们是怎么帮他打基础的，所以也有外校的老师，也是体育老师，我自己的学长，他就说你哪公啊，我就说安娜学长，他就跟我讲啊，你拍基础和你辛苦，你每一个都要去雕他，然后雕成型以后送给别人，我就说嘿啊，哎，这公哎，你不会自己找高中吗？我就说啊，我想要让孩子看看外面的世界，让他多选择。如果再有一次选择的机会，还会选择举重吗？他们的答案很一致，也毫不犹豫。这或许是每一个体育人共同的信念，只有这样的坚持与努力，才能够走过运动生命中的每一个颠簸。而投身教练，是因为他们对运动还有满满的热情。其实我们可能我们会从事这个行业，或者是因为老师的特性，那刚好符合这个项目吧，就是孩子的眼神，我很常去试，就是眼睛去看孩子。当下那时候孩子跟我不熟，但是他们一群人就停下杠铃，转头看我，好奇的问：“你是举重的吗？”我肯定的告诉他：“是啊。”教我，
就这一句话，十年。所以再重来，我一样会这样子付出，因为我有今天，我说真的，我的教练，高中教练已经过世了，那我很感谢大学教练，那我不知道怎么回馈，但是大学教练有跟我讲一句话，你想回馈，付出在孩子身上，就是最好的回馈，所以我一直秉持回馈，那我有今天，我可以这么幸福，说真的，我就很珍惜。那现在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真的很棒，很乖啊，真的很乖，所以我会一直努力下去，因为他们值得我付出。